避开客厅煞气，让你风生水起。客厅会影响到我们的亲情、事业的兴衰，在风水学中它非常的重要。客厅不可以有形煞，比如说沙发，被这个门冲到，这样的话会影响到亲情。沙发的背后它不可以是窗户，不可以背着门，这会犯小人，会影响到人际关系。另外沙发的背后也不要是一个镜子，只要镜子，会赶走人的意思，所以，对我们的人际关系是有影响的。沙发的前面的茶几，要注意不可以太大，太大叫做喧宾夺主，茶几，最好是用圆形的、椭圆形的或者长方形的是最好的。记得客厅的外面不可以有这个煞气，像，这个路冲，像壁刀，屋角，天斩煞，这会直接伤害到客厅的能量，所以，它会影响到我们人际关系、财运跟亲情。各位朋友想要了解新视频，记得按赞关注我哦，谢谢。